刚看到我们吗？哎呀，今天真的是不太顺利，还是叫我们以后礼拜五不要直播，我们还是乖乖回在家里打电动就好了，不要不要、哎、不要来礼拜五自己搞自己加班啊！真的是今天哦，不算了，你们而且你们已经差300分了，你们落后一半以上，对啊，打不回来吧？这场还有多久？ Okay, 我们小队表现的至少还不错了，好，是有小队制就是了，对。哇塞！对面那个10000分是怎么搞的？我靠！第一名太夸张了吧？他搞不好是开直升机的。他都开那个飞机啊。对啊，他开飞机了，就可能在上空占尽优势，然后都没有人打他这样。这个小队制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一直没有很了。小队系统就是、你死掉之后，你可以直接在你队友身上重生，就是身上不孵出来。然后你们你看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小队技能有点改变，它现在左下角有一个两个箭头嘛，还有一个弹夹，还有一个手榴弹标志，有没有？这些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只要小队活越久啊、打的人越多，它就会慢慢增加。嗯哼，啊，假如你小队全灭的话，它就也是没有了。啊，是哦。对啊，每增加一个阶段就会有不同的能力，像是我现在有增加跑速了，加大弹夹、还有加一个手榴弹的数量。哦，就是对，小队会多给你一些补给。对，小队会有这些好处的地方。好处，然后这一代还内建了语音，就你可以直接在游戏里面用小队语音这样子。哦，对，好像比较方便一点。对，开坦克哦，注意。正常吗？大家看起来正常吗？那个，看哦，今天真的是不太顺利、啊。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在他旁边放个地雷。哎，对啊 ，OG 和大鸡，你们有C四吗？现在侦察兵应该都有 C 四在身上吧？你们可以直接炸坦克。一铁在跟他们的队友们在想办法把局势挽救，多拉回一点，多拉回一点来。哇，现在地上翻越啊，跑、哦！最主要是，一下是空中，一下是坦克，好麻烦哦。兵种要换来换去，对啊。换 RP 区域。BF 很吃这个职是什么？就职业吧。很吃职业，对，就是兵种问题。队伍的兵种要互相搭配一下。但是哇，才出来没有十秒。他是后期侦察兵会有雷指器，工程兵会有标枪飞弹啊，雷指器标定这种飞机啊、坦克车。阿标枪飞弹就可以很快的追踪他们去打，必中吗？还是很高几率？几乎是必中，除非有 ECM 干扰的技能。没有人哦，没有人哦。他怎么要建筑物？哦，有人被房子压死了。那这一代的特色就是它房子很容易破坏的东西又变多了，像 DC 2一样。DC 2的时候，它能破坏的东西就被 company 拍到底。啊 ，BC 啊 ，BF 3的时候反而没那么多了，这次又开始回归这种破坏的系统。好，我觉得这种破坏系统有好玩很多，而且那个像那个大楼都可以炸，地都会有坑洞出来啊什么的，就会造成地形很大的差异。我们去 A 点喽。OK。哦，那个已经联络那个抽奖的我看一下那个得奖的，我直接讲一下好了。今天有公布有通知过了，我还是讲一下。那个我们会在内信公布，我看一下那个得奖。已经有抽奖，对，哎呀，我忘记抽了，可恶！你又忘了。得奖人叫做我打出来好了。得奖人叫做，哦，有坦克来了。看到他炸了。谁有办法补子弹？我没子弹。按到什么东西？我们要支援哦，不好意思。这位是得奖的，怎么搞的？应该是 Moonlight。你按到东西啊？有敌人走过来了。对 ，Moonlight。那你那边还有画面吗？你有画面？有正常，正常。我这边有问题，我这边有问题。没有，那是我刚刚的问题。哦。啊 ，OK。应该正常，应该。刚刚不小心按到 Window 世界。好，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有坦克，有坦克。没事。一点坦克。像你们。我觉得对方全部都在在局长。直升机过来了。对，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队的人没有人要去开坦克，家里到处都是坦克，都没有人要去开坦克。真的，载具都在家里面放好好的，停好好的，怎么办？我们一人开一台坦克好了，汉堡 OG 我们来家里开一台，一人开一台坦克算了。这样怎么打？反正敌人都没有人要开嘛，我们自己开算了。对啊，都新兵吗？我不知道，感觉就是这一队新兵蛮多的，但打起来很累啊。对啊，分数已经差快400分了。这伺服器又只有两张地图，所以有时候我们等一下考虑换一张地图。好，
对啊，哎、欸，刚刚有人说不怕神一般的敌人，不只怕猪一般的队友，都是这样。有一个地图，就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的这句话。是哦，对，用中文来写英文。中文啊，是哦、欸，有一台坦克哦，超好笑的。在哪一张啊？在有一个会有台风天的地图，还蛮好笑。这也太在地化了，爆发、啊，还不爆？哎、欸，快啊！要爆了！啊，欧区慢了一步。哇，这场我觉得你们要不要考虑换了？这个真的是打得不算。OK 了，快打完了，快打完了，还有多久？惨烈。还有100分而已，快结束了。OK， 加油。解脱了。OG 右边 ，OG 右边坦克。对啊 ，OG 右边。这游戏是这个点数是倒扣制的嘛？对不对？对，它是倒扣制的，所以我们剩下90的兵力而已。现在变88、87了。对方还有500多，这机无力回天啊，这太难了。对啊，除非反正敌人坦克都已经跑到我们家来了。对啊，这打不回去啊，太惨了。好，我们走，然后我被标记了。刚有那个噗噗噗噗噗噗的声音，就代表我被飞弹锁定。哎呀，被轰到了。差太多怎么办呢？打不回去了。好，其实这两天玩好玩的啦，下一场再。哎、欸，不过今天我有跟我这些朋友们玩到一场，就是我们跟敌人差了快3倍的分数，然后我们就开始直接跑到敌人家，那个关卡是一条线的关卡，然后我们直接跑到敌人家最后一个点去，开始死守在那边，就然后让我们其他的队友慢慢推回来，这样子。是哦。对 对, 對，然后之后反败为胜。是。然后看有没有这种地图，可能就找那种监狱风云之类的好了。好啊，好啊。哎、欸，我怎么看到刚刚有一台直升机掉下来？有在头上，在头上吗？没有、啊，队友在轰，队友在轰，在轰。但是你也没有看到点，没有看到点。哎、欸，我的，这是对，这是对。好，走。到哪里？对啊，毕竟这个游戏那个没有都差500分队友在混了，因为很多都新手，真的不到10的一大堆。很多一二三的，这个毕竟游戏刚出很热门，但对这个游戏是需要累积经验的。这游戏还蛮需要经验的，对啊，像是没办法，很正常了。一开始有一些人可能会看到啊，前面这个有点有敌人，我就去一直跟他打，一直跟他打，一直跟他打，然后可能后面其实有3-4个点都没有人打，就被绕过去打了。对啊，你就可以其实绕过去打，你反而还赚比较多分数，有没有？好，我们现在这局结束了，哇，结束了。好，我们换一个伺服器。对啊。我把 Rush 也加进来。让你把这个连线机制讲一些，连线机制应该说整个游戏的流程讲，因为它毕竟 BF4 战地风云不是，其实很多那个比较轻度玩家不是很那么聊这个游戏的整个流程怎么回事。好，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换伺服了 ，Rico 也上线了。Rico 刚跟我们同一个伺服器，真的、哦，然后就离开了，把他加进来了，是啊，啊，把他加进来 Skype 啊，哦，要的。我先等这游戏关掉，这游戏为什么好像有点宕掉了？关不掉嘞，有啊，有了，关掉了，好，好，我们找换一个伺服器找找看。他现在的机制就全部都用网页来了，有一个6268，对，他现在都是用网页，从 BF3 开始就是，这有他的好处啊。进去，好不容易，我当然加机版还是用那个主机的方式，一面倒一面电脑版就是进去了，不想再差500分诶，怎么玩啊？好不容易连进来，千辛万苦，你们的声音现在会录到里面哦。对，各位现在上那个上电视哦，全世界看到你们哦，全世界看到，不好意思，大家好。先默契还在培养，不用急，不用急。这个游戏才刚出没有一个礼拜而已，所以大家打得不好是很正常的。只有一开始就打得就很厉害，那个真的是玩很多年的老手了。这是谁？这个新声音应该没有。那个他们在播节目了，现在我们的声音也在里面，所以香港 server 怎么又小声一点？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有监狱风云的是哪一关？香港的我忘记了。这个吗？所以我刚刚在屌你们，好好，就这一关，进来这一关，好，现在有加我这个，好 ，OK， 现在有37个人在这一张里面嘛？对，不是我大概从7:30吧，应该 OK 了，连到现在才好不容易连进来，连不进嘞，为什么 ？Reconnect， 刚刚你香港这个伺服器不见了，好，那换一个好了，
他们好像那个哎、欸，是不是有分别？三十二败跟六十四败有三十七级了，超强了，对不对？三十七级，这是怎样？是怎样练吗？都不没有睡觉，几乎都满的。好，这个看起来好像还 OK。四十七秒，骗子好像还好。骗子五十六很好啦。对啊 ，OK 啊 ，OK， 进去看看。那加我这个好了。嗯。这伺服器，这伺服器写欢迎怒博，哪里？他的伺服器名称是 Noob， Come on Noobs， Noobs， Noobs 是什么？就新手玩家的意思。没有比我更新的吧？我零零哎。TI 有差，先提。TI 我不知道 ，TI 有没有 TI 差很多吗？这我就什么 TI？ 就是显卡，应该没差多少吧？哎，你有 join 吗？有，正在 join 中了。OK， 他正在登录。好，一点，我问一下，他三十二跟六十四败有差吗？我们现在玩的是，再讲一下，我们现在玩的是 PC 版的 ，PC 版它有中文化，蛮完整的中文化，连语音都有，还蛮好笑的。稍等一下，我又跳出显卡错误了。你有去更新秀吗？这一次 BF 四最好要更新一下 NV 的新系统。这一个礼拜啦，那个 NVIDIA 推出很多的一个 driver， 然后它有更新很多地方，连功能都有加新的。大家可以，如果显卡还没有更新，啊、就没更新，记得一定要更新。update 到最新的，哦，进来了，但是还是跳出分数看起来，哎、欸，差不多 ，OK OK， 我有兴趣了。公开，这是藏在哪里？哦，这个、哦、这个你可以设为私人的队伍，还有公开的队伍。啊，有时候我队友可能会被排到对面去，哦、他们回来之后可能就会加不了我的小队，所以我把他换。他返回你的小队，设人公开他才能跟你在一起就对了。对，好，好，等一下，哦，还 OK， 看起来还 OK， 可以。好，别，打跑，啊、哎，要跑掉了，有坦克，再来，有看到，啊。开进来了，开在停车场里面，这停车场吗？反正在停车场。怎么开进来了？为什么每一次一开始就遇到？一开局就那么被坦克给碾死？换什么是开高？空降的好了，我用侦察兵，然后上车。OK， 好，飞下去喽！哇哦，这是什么鬼？是什么？香港吗？看起来像，对，看起来像香港。好，在上海，上海。哎，赶快用我重生。快！看大家就队，就是队友机制可以从对，像是你可以靠让队友从你身上重生这样子，然后大家比较好一起行动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妙的机制。然后像是他是工程兵，他的能力就是给队友弹药，嗯，然后还有可以啊，工程兵还有什么来着？他是拿轻机枪有没有？嗯，可以做压制射击的。OK， 下雨嘞，突然就下雨，哎 ，What？后面，你被什么打死了？没有注意到。哦，我刚刚在讲解，所以，好，我没有先继续讲解好了。那我现在换的是侦察兵，嗯，啊，侦察兵的特色这一代就是 C 式炸药哦，嗯，还有这种动作感应器，这是 B C 二才有的动作感应器球，哦，你可以丢出去之后，嗯，啊，假如周围有敌人在跑动，嗯，它就会显示在你的小地图上面，嗯，对，然后还有像是地面感应器，这个是放在地上的，然后它有一样是感应这样子啊，范围比较大一点。这镭射指示器，这個、你可以帮队友标记敌人的载具，嗯，啊，飞弹可以很顺利的打到它。好，快进去吧。好哦，你不是说要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这些东西吗？然后像是突击兵特色就是它的榴弹炮嘛 ，M320， 还有它的急救包和电击器，专门用来救队友的。他救队友他。死了不就是躺在那边就会被消失，那怎么救回来？对，他有一小段时间头上会有一个心跳的标志，嗯，那时候可以救起来。那个时间内还可以救的。对，啊，这一代的医疗包变成比较小的医疗包，嗯，啊，你要给队友之后他拿起来之后慢慢恢复，嗯，啊，之后你要升级之后才有大的医疗包。哦，啊，工程兵就是专门对付坦克载具类的兵种了，啊，就是，欸，跑哪去？好，那它就是有那种对空飞弹啊，对地飞弹，对空飞弹，对地飞弹啊，这一代还多了这种反坦克导弹。哇，这啊，这很重要。可能
它可以对地又可以对空，可是它威力很弱，嗯、一发只有20滴左右而已啊，是哦，对，所以你大概要打个5发一台坦克才会爆掉，那通常也已经死了。对啊，这样怎么办？两三个人一起堆尸上吧。对啊，就可能要多一点人用，嗯，一个人轰的话通常有点危险。好，那我们继续开始了。那现在刚加入，对战况也不是很了解。但 A 点被关厕所，往外突围。A 点被关厕所，那我们想办法打出去。像通常我们被守住之后，我都会跟我小队想办法冲出去。啊，只要有一个人到外面的话，我们其他人就可以用他重生。就你就不用说他撑起，他躲起来，赶紧他对，然后我们就赶紧用他身上重生，我们就可以去打其他。再往前推进的人，对。你们现在的，我觉得这一局比较好哎、欸，这一局比较好一点，赚平要平衡啊，平衡一点。对啊。哎、欸，居然有一台直升机掉在这里，快！赶抢！哦，有炮火，前方有炮火。那直升机是所有人都可以坐的吗？对啊。哎、欸，这好像是敌方的哎、欸。啊，赚、啊、到啦！对啊，卡上东西了。啊！哇哇哇！打什么？哦，不行，要掉下来了。啊，他好像卡到什么？啊、哦，那个架子，哎呀，哎呀，抽不顺啊，起飞就掉下来，怎么这样子啊？我本来想说，啊，你只要把队友的载具开到家里放着，不要去动它的话，敌人的那一台载具就不会再重生了。哦，就等于把它这样放着，然后也不要就很有优势，也不要打爆，就放着就这样子。对，就放着，不要打爆这样子。好，我们可以把人家坦克开回家，然后放着。对，来，汉堡，你跟我继续上楼。好惨啊！打上去。等等，像这一关，前面，它这游戏有天候系统啊，像这一关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假如下雨的话，已经下雨了，正在下了，哦、那下面的水就会淹起来。你、欸、太快了，快踩，是台风天吗？啊，有啊，你刚刚他差一点。对啊，嗯，刚刚超级陷，那个真的是很机车的这个陷阱的、啊，一个陷阱，一起飞就嘣就下来了。嗯，像我现在被队友救起来，有没有？哦，有。好，不包。再给你，丢进去啊！丢补血用。啊，我楼梯下。哎呀，你怎么那么帅今天？不像平常你啊。对啊。哎呀，我们其他人到底都在哪里？为什么你们大家不是在开飞机，就是在走另一个地方？上那个谁，上大机的直升机。快点，这次要复活。好，我们赶紧走 ，go！ 我们要冲去一点啊。OK， 一点。被锁定啊！被锁定啊！哇，我现在的点有点前面，所以我要慢慢往前跑。好，我这边讲一下，那个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聊天室有多新功能？昨天有讲，今天都有讲，我还是请大家试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聊天室的视画面视窗跟聊天室的视窗这两个画面可以拧开，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直播画面放到最大，然后把聊天室放左边，你任意要的位置这样聊天，大家可以试试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做测试这样子，希望各种电脑啊，使用各种浏览器的各位可以试试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有问题的话及时回报给我们。好，有空的话用我重生哦。有一台直升机，应该视窗会满人哦，真的吗？我试看看，我现在试。现在在这放个重生点好吗？可以，我现在可以啊，挺高，这是正常的。我只用 IE 跟框都正常，请大家试看看，帮我试看看，好不好？拜托一下，可以玩玩看，这样可能对很多使用者会比较。看吧，又撤员了。怎么了，一铁？撑下去啊！上面有一台坦克，其他人都没跟上。哇哇！这一代也是用 Q 的 Q 人吗？敌方炮火猛烈啊！汉堡断线了。我断线。你有个队友被抛下了。我有个队友断线，糟糕！啊，其他的队友都没有跟上来。糟了！哦，天哪，有支援机，有轰炸机是不是？在天上飞。我看到有飞机飞过去。嗯哼。然后我现在要想办法占领这个地点。我也是，只有一个人呢。只有我一个人呢。对啊，我也很无奈。这次站着就是在附近晃就好了。对，你只要在这个点的周围，来来来他就会有队友抢旗的状态，有没有？ Okay, 有，我看到他在跑。来人来了吗？我看到你了，有队友在开枪。我先把那个 Shock S 踢掉好了。那是你断线的队友。那不是，那不是你们的。
哎、欸，你被炸死了。对啊，没办法了。好 ，OK。哎、欸、，Rico， 你要玩？对，这样。你要玩狙击的话，那我先把你踢出来，我快让汉堡加入。OK 啊，快快快重生，快点附近。哎、欸欸，没有得重生。对啊，我现在魔炼鬼。哦哦，快点快点，要好，哎、欸。嗯，这那是敌方的吗？没有，那我军的坦克，像是他头上会有那个蓝色的，然后就是被帮忙打的。两边队伍都满了，嗯，所以现在是64人大混战中。对，还没有满，现在是31对31。哦，看到了。对，好，那我现在开这台装甲车，像这种你可能会直接上他的主座位了，嗯，然后你可以切换到炮座。那现在没有人开车了，就变炮台。对。先不要开，我在打人。不要开！上面有人，上面那个炮塔在打我们。没有人，没有人。好 ，OK，OK，OK。那海车，哎，你下车了。那海车快爆掉啊！真的。对。好快。好，赶快过来。我现在他们这里点附近放个重生点，有没有？嗯。这样子，就算我们全灭了，我们还可以一直在附近复活，对不对？对。那重生点会被敌人盖掉或之类吗？他们发现的话，可以直接把它打爆。OK。但是要藏在奇怪的地方，对不对？对。有啊！哦，有了，就手枪打不好，小手枪比较准确啊。因为我现在手上拿了一把下杠。嗯哼。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先 Q 人？我 Q 了。有 Q 啊！我已经 Q 了。他头上冒出一个三角形来。那个山坡上两只。下来手上。这种游戏就是你。你现在出的最好是赶，我说真的、啊，这种对战型的游戏的，各种出了就赶快买，要不然你等之后要等，我要等完整版，等完整版，等到你真的出完整版的时候，你的技术跟熟悉度已经落后大一大截了。对，你上线就打会很累，是真的。然后像是啊，假如你的技能都跟人家有差的话，你可能之后练载具也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不过还是有一些伺服器是专门开给人家练经验啊，给练新脚用的，对不对？对。哦，这个点蛮厉害的，白色是我方的嘛？对。我看到有一个白色的防护，哟，哇，坦克来了，是坦克吧？我刚看到一个装甲车，装甲车来撸进来。对，哎，有什么东西破坏？有西式或什么的？哇哦！上面有那个反坦的东西。嗯嗯。山坡上有反坦的东西。没有，那个来不及用那个。你们都没有人有西式啊，好，那我换西式好了。我要换侦察兵啊。对啊 ，C4 真的很重要啊。好，我觉得我们会打九点，因为刚刚一开始太多问题了，这场会打九点。我的，他守在像他这样子是守在我的重生点。哦，那不打爆等我重生，等你重生，然后再等我复活之后把我打死之后再把它打爆掉。非常常见的手点机车战术，从附近的点重生吧。哎、欸，这车子吗？哦，现在手机上面重生。哦，你看下雨了，有没有可以擦这淹水？哦，这一代的天后系统的特色，变好激烈哦。对啊。重生，我从你身上升哦。你要我现在从我身上升好像没有什么用，我想要去打他们一点。这种淹水感觉好怀念。没有，我是因为我家以前是在海边，然后。台风天会淹水，这种景象我看很多。真的吗？有那么夸张吗？真的，要自由式游泳来上班的吗？没有，就是会那个消防队会开那个救生艇来把你载走。是啊，真的，我做过好几次。哇，糟糕，有点打不太过去他们的一点，还是要放换点。没有其他点了，因为其他点我们都占住了。哎呀，啊，我们现在占优势了。对啊，优势还蛮大的。我们现在要把他们的一点打掉，我也是他们的。他们守的还蛮好的。哎，汉堡，你还加不进来吗？努力中。就我这边有一个人断线之后加不回来，懂不懂？看大家，我现在的讨论是大家都在讨论显卡，大家都很在意这一款，玩这个就知道画面好。哦，不用到那么高阶的显卡啦。如果我觉得玩得顺就好了。对啊，如果一直追求那个一定要多少才买多少才买，有时候会对自己造成很大负担，你知道吗？玩得开心就好了。哇，大家全部守在这个岛上面了、啊。这个神社已经变成一个海中孤岛。右边，过来，我被你打到。我现在是用重弹头。
他说你们密室又是对话写下历史。我们可因为我现在打的不是很顺利。对，今天打不太顺利。现在要一边讲话一边。然后我们现在有队友断线，就有点麻烦。用我身，毕竟你要一边解说，进不去，我可以去看累。啊！那个晚来的朋友，尽量试看看那个视窗新开的功能哦，我们最近新开的。然后如果有什么新那个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回报给我们。这边有人哦，打掉了。我也有一堆。哎，不要跑掉了，搞不好有直播没关系，我们现在人已经打过来了，搞不好有直播人也在跟我们打，有可能哦。对啊，好，这边有蹲一个敌人，看你们刀他，摸过来了，有啊，有他跑了，跑了，看不到他，哎呀，发现了，你做的太显眼了，哎呀。太多叶子，我实在看不见。对啊，那什么，人在哪？这游戏的叶子超多，直升机。哎，玩笑太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整个压过来了。主要是我太久没有。哇，对吧？这个差距很大。等等，上面有人，上面有人，这是什么空军吗？有直升机。上后面有人绕过来。好，我们有装甲车在。有点惨。加油！直升机。AA 没有开会不会差很多？我现在没有开 AA 啊，你觉得会差很多吗？其实还好。对啊，我现在完全没有开反锯齿啊，然后。我现在光影特效开中等，对啊，我们是以目前以玩的顺为顺为主啦，这样子。新游戏在中文模式下，其实真的把特效开低跟中，我觉得都 OK 啦。其实玩的顺比较重要，那你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这种轻激战的情况下，画面太好又看不到，水位最高就会淹到这样子而已嘛，不会再上去。对，不会再淹上来。空中的神怎么办？RPG 丢啊！哇、啊，我下来了啊！准啊，好准，那个前置量算得很好。RPG 有船爆了，你还是跟全部拿 RPG 好了。人在那边吗 ？RPG 有了，帅哇！救星勋章 ，Good。所以我适合当阿拉伯人之类的。对啊，每天扛个 RPG 在上街。RPG。好多人，好多人，一堆人从北边上来喽！人海淹过来了，他们的飞机。上一场阿公大胜，现在场不一样了。哇，那水看起来好脏哦！哎 ，A 点被人家占去了。哎，回头回手，哎，防一点守下来了 ，A 点爆了。啊，回防。但是所以这样子就得要看啊，谁要回去，啊谁要继续打这样子。守就是人力分配要分得好。哎呀，对啊，一铁非常实用啊，比上次用 RPG 打的。是有点远的打不到，真的太惨了。除非用那个刺针之类的，要么很难打中。这个游戏有刺针吗？有。哦，你要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我已经有了。哦，你已经有在。只是我现在是带 RPG， OK， 因为地面载具蛮多的，我可能需要对它 RPG 比较有效。还有有八大。哎，多少次都不见了，他躲后面去了。刚要跑掉。哦，像我这样子不太被发现，不太会被发现，因为我用灭音器。哦。所以，我开枪我不会显示在小地图上面。OK， 这是我的优势，这样子可以比较潜行的方式来再掉。哎呦，有八大怪！六七个，哦，连杀！哦，一个摸掉都没有问题。原来你喜欢，你适合来一的，我都喜欢别人后面来的。哎呀，跟阿奇不一样，阿奇啊，胖胖啊，胖胖真的。好像又有敌人登陆了，有橡皮艇登陆了。这样，我有人上来 ，RPG， 哎，来不及了，然后又打死了。有，哎，后面有装甲车，装甲车直接，乘机直接，一下飙升了，一下来到第五名，是吧？开始那个风向变了，风向变了。A 点一堆人回，全部回 A 点，全部回 A 点。A 点回防，黑点回防。啊，屁股中弹了。哦呦，哎呀，哪里？看到了，打不到哎。糟糕，我这把中区用不准，因为我这把是那种轻SMG 吧，就那种可以带着跑腰射的那种枪，但是准度不高，准度不高，所以我只能打近距离的那里位置。他火的吧？开枪死！哎，他火的，他火的。是我的拔了吧？有，死了，后面那效果够。
好了，敌人还很多，我们现在站不了点。他们人数比我们多的话，我们点就站不下了。嗯。然后假如这个开始扣了，就代表我们人数比较多了，就压制过去了。对。我们这场可能要多人可能没有用，因为那个一铁比较会打远一点的，他们看不太到。有啊。我把装备摧毁了。我的地下室淹水了，淹水有点可怕，下不去。哎，这不是你刚刚被装甲车，哎，火坦克干掉了。对啊，有啊，三个，哎呦，不行，不爆，他没有空，对他不是补血的。哪里？后面，哎，好，玩到输入法，没关系，枪有事。对啊，台湾玩家就是很容易按到 Ctrl 加 Space。所以要跳，要换掉，对，蹲跟跳混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子，对。好几只哦，一样从那边上来，好几只。一有状况嘞，怎么办？一没关系啦 ，A 比较危险 ，OK。A 赢了，哥，然后这场好多了，顺利。这什么乱混合啊？喜欢救水。那个硬体的差异真的是很大，那个真的很在意的玩家，你可以去查那种列表，资料会差很多。嗯，哦，那这个。等级制是什么东西？等级其实就阶级好看的啊，只是你等级越高，可以解开越多的枪。啊，问题是新的枪不代表比较强。嗯，对，它就只是功能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啊，并不会说让你的选择性变多而已。对，像是你现在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目前解锁啊，现在看不到。现在看我接下来解锁会解开啊新的技能，嗯，技师技能，还有侦察兵可以解开扩建地雷，嗯，扩到地雷。像我这个防卫枪，我持续使用防卫枪的话，我就会解开新的防卫枪。哦，啊，我持续用什么枪的话，就会解开什么枪。对，对应的东西就是。对，啊，主职业的话也是一样。是，你只要一直用某个主职业，它就会解开那个主职业新的东西。嗯，我们没有九点的时候，因为刚刚有点晚开始，我们大家久一点点好不好？好，刚刚问题一大堆，我们好像已经慢了快半小时了，对，因为前面问题蛮多的。对，一开始没有好的地图，然后机器又宕，所以。我们应该会打到九点半左右收，再收这样，所以应该是个在一大场吧，标准来说差不多吧。OK 啊，没问题。一大场差不多多久？一场大约十几分钟左右。那所以两场左右。好，再来。哎，我打有一场开始最不满的就是他一直把我的中弹头改弱。为什么？中弹头打一发还打不死人。对啊，威力整个有变了，怎么会这样子？以前上一代870搭中弹头，中距离都可以一发打死，只要打到胸口就一发打死，就噗就死掉了。对，然后你连开瞄准镜都不用，你直接腰射，然后就打，可以直接打得很准，打到人。啊，这一代整个变了，一切都变了。对，一切都变，870变没有用的枪。好，现在是完全，这是什么地图？好，这个是水坝风云大型征服。哇，这一关我也不是非常的熟。欸，这不就是那个剧情里面把水坝炸掉了？我们先去 C 点啊，先停船，先停船，停船，船，哎，船夫停船啊，停船啊，我们下来，啊，不用下来，不用下来，我们在船上就可以站，这样子可以吗？对，好，然后我们C 点有了 ，C 点有了，然后走，继续，我们往珠点走好了，珠点的大楼看起来蛮好归的，右边，珠点，右边，就是没有团队合作，真是玩不起来，没有语音，真是会玩得很痛苦。对。啊，基本上这游戏一个人玩会比较辛苦了，因为没有人会跟着你走啊。对啊，或者这个真的打纯粹的野团。啊，假如你跟朋友玩的话，就会打得比较欢乐一点。就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啊，一群人很白目，就是在敌人家里面死龟怎么走。等一下可以玩看别的模式吗？好啊，好啊，等一下换别的模式玩玩看，死斗之类的，打狂打。哦，突然开这么猛，这个人。疯狂驾驶，可怕的驾驶。想想我现在是什么兵？哦，我现在是工程兵。是要拿着地雷，要先找地方放吗？地雷，我想想看。空中战舰什么鬼？我不知道，这个翻译真的有点怪怪的。哪来空中战舰啊？空中战舰，我在想应该是 Battle Cruise 那个，应该是那个这个东西啦。哦，敌人的指挥官放出来的东西吧。嗯，对啊，我想说空中战舰好可怕。末日巡洋舰。开出来 啊！不用玩了，大家直接跳啊！有坦克来了，来！为什么我们的坦克没有人开？发生什么事 ？Fire！Fire and hold！ 中啦！快上！上！看得到吗？看不到。
你队友有没有跟过来？哦，我会被一发爆掉哎、欸，好危险！你队友上车，哎、欸、，OG 你下车会被一发爆掉。哇、哦！啊，不行，可以吗？可以，不行，不行，快骑车，汽车，汽车！哪里对面导射过来，好可怕！哎呦喂，这、哎、动不了。要上车，要上车了。哦，我才不要上他的车，他的车快爆炸，好可怕！哎呦，后面后面、哎、后面有狙击手！哎呀，三个哇吼！哇，好热闹。对啊，敌人完全放弃他们一开始的位置，直接跑到小岛上面去。这也是一个，他们有以那个以退为进，是不是？对啊。刚无，哎呀，插过去，呜、哦！刚看到那个飞机飞过去了，要，哎、欸、，OG 弹药 ，OG， 哎、欸，是不是 OG？ 敌方空中战舰出动，我没有弹药、欸，你没有弹药，好、啊。今天应该我们目前预定打到九点半，哎、欸，上不去，啊，爆了爆了，对，开始有手感了，要刚刚才热起来。好，我想看，要在哪个点？要穿过去。从哪里打好嘞？我们那边好吗？好像还 OK。我先把他们飞机打下来好了。好啊、像是针刺飞弹，就是专门打飞机的。对啊，对对啊，用刺针飞弹射。要不然他们飞机也蛮烦人。你要上高楼去射吗？还是地上就来？在地上就好了。我哎、欸，被打掉了吗？哦，他跑掉了。哎、欸，跳机嘞！跳机嘞！弃机前，弃机了。等下，这伺服器也开始有点那个了。走路走两步退一步，有看到蹲一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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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月球漫步的感觉。太远了，这我打不到，这我的枪。好，那我们继续往前推好了。加油！翻不过去的搞什么？礼拜五晚上比较多人，没办法。他其实就是那种看伺服器的状况，好不好了啦。哎呀，看他们出的伺服器好不好了。啊，通常美国那边的伺服器虽然屏比较高，可能比较稳定，就不会有那种人一多就开始走一步退两步这样。没办法。对啊。哎呀，过不去。哎呀，品质太高了。对啊，他那走就一直退。对啊。好，那要不然我们直接换个伺服器好了。嗯。哦。那我们直接换，大家说什么要看团队史道？对对对。好。哎，汉堡你还是不能加哦。是的，我已经去看直播了。换团队史道好了。啊，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换个地图看看。换个地图，换个玩法的。像团队史道就是标准的，一直互打，一直互打这样子。嗯。就老是可以打得很爽。那、这通常是拿来赚经验用的，来升等用的，对的那个模式这样子，因为它一场结束很快啊，赚到的经验也不少。Tempo 比较快啦 ，Tempo 快很多，比较是就是还蛮适合短时间玩的。有没有人多可以？好，要不然我直接加这个好了。好，我们看能不能加进来。现在有一些是一铁的队友，现在有一些一铁的队友，有台湾伺服器吗？好像没有专属台湾的伺服器嘛，它是亚洲伺服器嘛。有台湾人在别的地方有台湾人开在别的国家租的伺服器这样子，啊、我记得是这样子。有，哎、欸，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呢？哦，这个看起来 US 的不错。好，来去看看。什么？有一个叫 Steven 的说他好像加一铁好友。我也不知道、欸、最近我已经有几个不太知道是谁的了。我通常都只有这几个好友是常在玩的，对，我这种线上游戏玩多，就是朋友越来越多，又打过，手手跟他打过了，这样子。我之前也是我玩那个360快打的时候，加了一堆
那个好友，然后后来要想想，哦，他好像是会用谁，要想就觉得我就是靠用谁来用来记啊？因为我就是加，就是譬如说用萨卡特很强的，然后就哦，这他用萨卡特很强，我打不过，我就是加他，加他，然后又对，再找他打这样子。我就是打不赢他，就我就一直跟他打。我喜欢找那种一直打不赢的，然后找他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好 M 哦，这样才会进步啊！超 M 的，没有，就是因为这样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啊。这样他可以看得出我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就想办法把他打赢，就进步很多啊。这种玩法。但是这种没有办法，不可能。他们有注解功能说他是使用什么的。哦，来，我想想，这就是。然后另外，我建议玩死斗模式，请带有灭影器的枪。为什么？因为好多人将地图上所有的敌人都看得到你在哪里，就大家都看得到。对，就你会有枪声嘛，啊，地图上就会有那个点跑出来。OK。对，啊，通常我是建议说，带有灭影器的枪会比较好一点。虽然说你攻击力和稳定性会比较差，不过至少可以活。效率。对。那个死斗模式的地图是跟那个跟一般的一样啊，会小很多。哦。对，变成精简版就是。对。对啊，现在是最热、最贵的时候，赶快要玩就是现在，赶快抢！哦，乌狼！哇，他现在躲在上面。对啊，黑暗灵魂是那个抖音游戏。哎，大家看一下下面我们那个直播的那个时间表，下礼拜，现在先讲一次，下礼拜我们会直播那个《绝缘时刻魅影》，然后礼拜天的下午3点预定，礼拜天下午3点预定会来直播《黑暗灵魂2》的封闭测试，这样子大家就记得哦。礼拜天我们这很少，礼拜天下午会开，先跟大家讲一下，怕有的人不知道会忘记这样子。一点都没有，怎么大家都不过来？有红点在正前方，正前方哦，爆出来，他们开枪，我看到，爆出来一堆人，对，在附近。我现在知道你开箱大家会看到的意思。不见了。我下楼。下楼。你中枪了，中枪了，完。有人在楼上。有人在，我看到头冒乌去。是很神奇的。怎么突然又安静了下来？对啊，他们都打到屋顶上去了吗？你可以打穿的打屋顶吗？有一个落单的。他蹲着滑行，好神奇，应该是那个吧。屋顶上一堆，屋顶上一堆了。OK， 这个有这一关有什么场景可以互动？场景可以互动的有，但是我找一下，周围我记得有一个护卫可以互动。好，没关系，我找里面的好了。好。Hello。礼拜天不休息，因为这个黑暗灵魂的测试比较特别，它只有礼拜最近的开的次数少，然后再来它是在礼拜天开。像是这个东西可以互动，不过我说实在，我也不太懂它到底有什么用，就是有什么东西，这台机器就会突然动，往下压，然后把人推进去嘛，就可能躲在这里的人会被压死。哦，有啊，那这好慢哦，就是按了砰，应该是要这样才用啊。对啊，而且按了不是大家都知道。不太懂它实际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的。就绕单，这不就围殴啊？来，他就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的枪是没影响。来了，哦，完了，你这是被看到了。哎呀，哎呀。Before HD 模式不知道哎，什么东西可以实体片版秒？近距离可以秒，是在说狙击枪吗？应该是。好，我去屋顶打一下人。我们现在玩的是那个 Origin 版的。哎，汉堡和 OG， 哇，我的队友全部都在对面。全部都在敌对。为什么黑暗灵魂2要多人测试？它是需要多人测试的，因为黑暗灵魂1的时候就有多人模式，就线上阴人的模式，非常机车。它现在二代要可能要加强这个比重，所以要多次在看多人的部分的。上次beta测试的时候我有参加，但是他的那个伺服器有问题，所以没有测试到，他就加开了一次。我们就是说，这一次下礼拜天要来直播这一次多人加开了多人模式。哦，那加多人也是乱入吗？还是就是根本不知道入侵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会有人入侵，然后玩就啪，然后就有人把你捅死了，该死了一铁。Good， 今天手很顺啊，
风吹向你那边的。哎呀，干得好！哦，你怎么知道的？哦，又来一个。什么汉堡？哦，那个手气正旺的，更好。小姐，一那个阿奇会来直播，阿奇会来直播《黑暗灵魂二》。我跟阿奇轮流玩了。有人刚组电脑，我也玩第一波，刚组过，今天刚拿到的。我也想要换一张显示卡了，因为最近有一张新的新的功能，就是说可以截录十分钟前的画面嘛，对不对？对啊。哇，那个让我觉得工作之后会轻松很多。对啊，然后可以自动回溯。对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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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可以钻进来，哎呦，摸进来，哎呀，还有一个，没有一汉堡，没有一换一。对啊，那个你进来，你在摸，你如果用那个用刀摸人的话，在摸的动作是无敌的吗？刀摸人的动作没有无敌，所以你在摸的途中会被干掉，这样子。是哦，对。像主要就是小地图很重要这样，啊，这一代它不是有支援平板吗？我刚刚有说过，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平板看游戏中的画面。那我现在要不要试试看？好好好，我想看你的战况。在你的平板上面吗？对，在我的平板上面就有这个程式了，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对，好，那我来看看看啦。哦 ，MX4 战斗包。看游戏你看，我看一下哦，在那程式上。哎呀，我看到了 Battle Log。对 ，Battle Log。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吗？应该可以，对，看看。好，你先弄，他还在 login。我在想是不是可能要设。想看一铁蹲人，好，要蹲人了。蹲人了，嗯，好，好，排名就蹲。但是有时候战况超激烈，应该是没可能，没有办法，尽量走。然后我看看，有了。然后我要开。我现在看到你有 death match。Playing Battlefield 4 on PC。我觉得你怎么趴在那个鬼地方的？所以我要写那个 battle screen 吗？对。哦，有了，有了。OK。那它就会出来了。我被复活了，被救起来。这个功能现在很多游戏，越来越多游戏了。从这游戏我觉得这从去年开始，很多游戏就是对应平板，因为大家都有行动装置。对呀、啊。各平台。我很希望那种 RPG 游戏。哦，有哦。然后超酷了，你给。等一下，等一下 load 完，它再 load。超帅的这个功能。有哦，好好用哦，给大家看一下。没有用，没有载的，自己去载一下。好，好像不够近哦。也可以看战场的资料，我觉得很方便，好方便哦。像指挥官模式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玩。对哦，说到指挥官模式，我也还没试过指挥官模式。啊、所以你是哦，好顺哦。哦，你刚刚载掉了一个。没有，我没有。你刚遇到他，到在你的正前方有右边有一个，有，你一个，你后方还有一个，我后方还有一个，对。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变好累个？我觉得变好累，是因为这关系吗？应该没有吧？应该不会吧？应该是完全分开的事情。是伺服器吗？还是不知道？好方便哦。手机没办法吗？手机应该可以吧？手机这我就不知道嘞。对啊，还是好方便哦。像是你也可以随时用平板看你朋友玩的战况，是哦之类的。你刚刚了一个人，哎呀，讲出来了。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一个红，你的前面有一个红点消失啊！你附近一堆人啊！对啊，奇怪了。给大家看，我觉得我好像成爆品，应该可以转回给大家看。好像 Android 也有支援，对啊，我不是很确定。iPhone 可以啊 ，iPhone 就可以的。iPhone 可以啊，对啊，很方便。我看到十字点在移动啊，但以后就可以随时带一个地图在旁边，就不用一直切地图看了这样子。哪里有方便？给我刚，我今天都没有刚到人。哎呀，侦察手，对啊，哎呀，哦、我被刚了、啊，死了！我看到你有看到你死掉了，这样都看得那么清楚哦，就是有看点消失跟出现啊，所以它其实还蛮同步的哈。对啊，你现在正往，对啊，你现在要经过那个管子嘛，它其实很同步啊。你附近有一个敌人，是的。原来是我朋友哦，他发出了哀嚎。星星是什么意思啊？星星应该就是我自己本人吧？不是，你正前方有一个人，小队长。哦，小队长，星星是小队长。OK， 观测外面有一个人。哦，你把他打死了。好像还是有。观测手，现在是观测手，这边是战情，我是战情中心。
反倒要正面对，反倒要正面没错。大家看到，这真的很方便，因为你去朋友那个朋友来你家就可以帮忙这样玩。对啊，房子外面有起码有三个人。真的吗？你后面有一个人都过来了，小心后面那个人。不要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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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房子里面还有两个人以上哦。哎，结束了，结束了。哦，不错哎，不错。这关这好用，这好玩，这功能真的很好玩，很酷哦。嗯，然后指挥官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是哦。对啊，我以后是像只玩指挥官。那我下次应该把你早讲，应该把这画面输出出来给大家看。对啊。对啊。不错，真的不错。你有办法同时输出两个？我有办法，我可以做得到。哦、如果有需要的话。哎，那还不错哎，搞不好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地图，哎，我在哪里，啊啊、我在做什么。这比原来地图还要大多了。真的不错。好，再玩那个一两场。这个又不会太。这个又不会太 OP， 我觉得这个还蛮对，还好还好，因为你玩的不可能一直看这个打，而且没有，它也只能显示你队友的资料。对，其实它只把人下面地图放大。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好，现在等换地图看看。所以搞不好，假如你知道你队友在对面有没有，然后你就输入他的账号偷偷登录。你俩太机车了，这根本就偷账号啊！偷偷到我就把它放在那里看。那你只是抓，你是想 PK 他而已啊？那我这样子的，那就说为什么我走在哪里聚集，你都可以刚到我。对，就是被偷账号的感觉，好坏啊！好，来试看看，我来这场完全帮你指挥啊！哦，我不会啊，我没有办法玩这个要。一天我玩这种 FPS 一下就头晕了，我会3D 晕。哦，那 这上面是 2D 的，对。对啊，这最适合我，完全平面的。对，不过在好像没办法分出来谁敌人在比较高的地方还是比较低的地方。我只能就是跟人讲说在附近而已。对，我就是当你的那个 HQ 啊。HQ， 就当你 HQ。嗯，好，这次来试试看 Shotgun。好。阿奇有上，阿奇在等加机版的，所以他还没有买。好，我看你要请。来帮你观测，雄鹰的攻击力好像比较高哎、欸嗯，所以我下次试试看这把解开中弹头好了。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新的，连地图都换了，马上就换了，非常的快速，而且非常恐怖。对啊，好，一天一天，房子外面有一个人，你们现在小队正在往围剿那个人的感觉。对啊，他应该死了，我先去。他这边没有跳出一个死亡的死状况，然后你现在碰到一个招一个错刀死了耶！我这边看得出来那个人点红点消失，对我现在变2P的感觉了。房子外面有一个人，你正前方哦，这应该交叉哦，有成功了 ，good。哦，又一个人，正前方还有一个人，外面房子外面有两个人以上哦，敌方正在你的房子外面，一个步步接近，外面很多人 ，OK， 应该有四个人以上。等着刚他们，加油！哦，外面放出一堆人，这里正前方外面，不包，哎，没有人过来，他们可能绕侧面的，哎呀，对，在外面，人在外面。阿奇声音，阿奇没有了，阿奇应该没有，阿奇今天没有来，对，可能有人像阿奇的声音吧，刃铁，刀铁，你叫人家刀铁，刀铁，刀疤点，铁头。大部分的敌人在左上方的房子里面。左上方的房子裡面，這個、我以这边为上面。Okay, 好，再往左上方房子。一带，我从楼上过去。哦，你正前方的房子，就你前方房子上面人变多了。加油加油加油！哦，再招，有看到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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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照跟照，有人中枪了。遭遇遭遇遭遇战，欸、真的很及时哎、欸！我今天看你遭遇，你这边也是真的是遭遇，非常非常及时。我今天拔了好多牌。对，好要讲几点钟是？那我因为哎、欸，这个可以随着你左转嘛？因为啊，它这边的地图是会旋转的。我讲它几点钟，但这边地图是固定的，这边地图是固定的，可能跟不上它的轴。我看有没有功能可以开轴。哦，没关系，其实我大概也知道你是在说什么方位。那我用北好了，对，就是、东南西北。你这个就北嘛，应该。哎呦！哎呦！哎呦！又来一个！哎呦！哎呦啊！完了完了！二十二，好多，好多对啊！对啊！重生重生！啊、哦！他怎么会把我重生在敌人中心啊？很可怕哎、欸！他以强度为分配，这狼超啊！好，你对我来说，你现在是往南走，往东南方向。对，我现在在往东南边走。那个正东方敌人不少，对我们正在围剿正东方的敌人。
河南边刚刚我看到有四五只，有东南方有四二三四出现四个点 ，OK， 有出现了，有、哎、东南方出现四个点，大家请教哦，正南方正南方有一个敌人，我先放个动态、哦，正北方有敌人出现，在你的房在你的东南方敌人出现好多敌人，啊。大家说拿 RPG 来挑战看看好了 ，RPG 啊 ，RPG 用炸的。好好，那我用 RPG 来挑战一下，加油加油加油！来，又来两个人，又来两个人。有你的南方哦，不止有两个人没错，然后北方又一个人、啊。他有看到我吗？他可能听到我们在转播。这游戏真的很适合两个人玩。RPG 是啊，用火力压制，然后火力哦。一体的重生在正北方，房子里面有两个人以上出没，现在两个点不见了。这个房子里面已经看到两个人，我、哦、现在看到一个人出现了，没事。有我也想保点中，但是因为一体的方位跟我这边不一样，所以我只能用东南西北来讲。你现在持续往房子外面有一个人，房子西方有三个人在房子外面的广场。哎呦。哦，遭遇！哎、欸，真的好及时哦，是啊，很及时哦。嗯，看到都没有人可以让我刀一下了吗？那个他们在西北方的房子里面，他们大部分人往西北方的房子靠。北方跟西北方的房子里面开始出现大量敌人、欸。没死，中了没死。快 RPG， 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战况。这很方便，好好玩、哦。就叫家人啊、女朋友、其他朋友来家的时候可以帮忙看，真的不错，当战情中心。没人跑掉，早跑掉了，不用那个应该以为哦，这你的东西方好多人，两个人，起码两个人，哦，你都碰到了。他们还在走动，还活着。你的北方有一个人，北方一个人队友碰上了，哎、欸，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个不是还有一次吗？东南方的房子里面有一个人，哎呦！关门！你现房子外面有两个人，哎、欸，怎么要打开了？哎呦！关起来！从另外边绕出去，有碰到了！哎、欸，这样子有点 OP 啊！关门！手机也可以啊 ，iPhone 系列 ，i device 就可以了。你附近还有两个人哦，三个人，我错了，三个人。刚他，哎呀，差一点就宰了他，太可惜了。哇，好多人，出现了四个点，有没有？有，超多。啊，我在哪里 ？OK， 我在这裡。RPG， 你现在他们持续在那个最西南方的区块，现在西南方他们一直窝在西南方，有四个点，有四个人，那边有四个敌人。Oh my god！ 哦，你正前方有一个。哎呦！他已经换好了，我以为他又在冒出来。叫！然后全部换 RPG 上好了。啊，直接太可怕了吧！咻啪咻啪 ，RPG 超能炸到人的，就制造场面效果。轰！那我从上面。你附近周围现在没有敌人，现在东北方目前没有什么敌人，应该都集中在南方左右吧？西方开始出现战点，战况。嗯，目前看不出来，目前这边黑黑的。哪里有 RPG？ 有，西北方有两个哦，西北方好多人。西北方没炸到。这城市叫啥？这个城市叫做 Battle Log。Battle Log， 不好意思，把耶、yeah, 炸死一个。哦，往前，持续往前。敌人都在你的前方，好多狙击手有点多。你想这样电竞的话，应该配一个队友，那个一个人这样子来补爆位置，应该是还蛮有趣的。好帅！是。哎呀，我需要补血。我看一下，现在躲在房子里面，他有没有开自动回血？像这游戏应该有自动回血。有，再回。你附近目前没什么敌人，大部分人在北方跟西北方。北方的房子外有三个，他们进房子里面了。你附近，你的西方开始出现，你的西方有一个敌人，走，刚他，人呢？人呢？不见了。
哎呦，OK，OK，OK。哎呀，他一定在偷听，太可恶了。你现在往北走吧，敌北方敌人颇多，看你要打至高、抓 B 区之类的。哦，出现了，哎，摸进来。啊，错，没关系，你刚手拿到，应该宰蛮多，你现在分数应该颇高。好像在跑拉力赛，前方30公尺右转，右转30公尺右转。不要用，这要登录，这要登录，这还蛮好玩，这很好玩，这很好玩，这大家都一宅要用，这真的好方便。但自己一个人玩不可能有办法用了，一个人就是这样一直甩头，一直甩头。你刚才看里面的地图算了。对啊，这里面的资料跟里面地图一模一样，我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我附近好多人哦，三个，目前有三个点，四个点出没。RPG 上膛，我被锁定了，他已经锁定了，是啊，我跟他锁定了，锁定你，哦，不，敌人扩散了，正前方有三个人以上，哎，怎么会没轰到？他死了吗？这真的很有趣，好好玩，欢迎一个哦，刚无丢，没中，飞过去了，哇，刚，哎，等下有啊，狙击，不是这里，近距离，刚地上有一个扩建地雷，走过去会被炸死。哎、欸，你有连我们的 WiFi 吗？好的，你是连我的？有啊，我连你们的 WiFi。OK。哦，跑起来，我把一些城市关掉。好。哦，有一个人可以刚了，啊，死了。这样应该。好，我们快赢了，剩五个人就要赢了。大部分的房子人在敌人在那个北方房子的外侧。这里通常会有走一个狙击手才对。目前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有他的重生，他在报告。南方最南方有一个敌人，最南方。好，走。对，用这一回一定要两个人以上。走，跑哪去了？哎呦，有他正还在水坝里面，有两个人呢、啊。刚不到。哎呀 ，RPG 啊，这可以跨，这不能跨平台互联啊，不行。啊，结束了！哎、欸，我们赢了吗？对，耶、yeah! ，好好玩哦。这个城市早点讲嘛，好有趣哦。所以多那个各个场地都可以用嘛，对。各个场地都可以用哦。像它好像也可以及时改变装备，是不是？这我不能确定。Load out 是什么东西？改装备吗？对 ，load。哎、欸、有哎、欸。哦、oh, ，对啊，所以你可以好像可以随时改自己身上的配备，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样子，这很方便啊。哎，刚好三十分呢，准啊，刚刚好三十分呢。哎呀，就反正 Battlefield 是我们应该多人都讲吧，大家都了解这个机制，我们连那个页面啊，多人模式在玩什么，还有这个平板，这真的很好玩哦。这单人模式就没有用了吗？但单人应该完全没有用，这东西是不是？这真的很方便，这个 iPad mini 看起来大，哎、欸、，iPad 这种 mini 啊， mini, 平板的标准的 iPad 玩起来都刚刚好。我才刚买 mini， 他就给我出 Retina 了、啊。哎呀，非常好啊，快哭了啊！这种事情很正常的、啊，早买早享受嘛。这里画老皮哦。对啊，他这一代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画自己的徽章。我也是不是用画的，你要用这些图片一个叠起来，然后设图层。OK 的，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画出那个、啊。现在有一堆人画出超强的东西，还有 GMP 都出来。啊，是哦。对啊。有可以看到人家的图吗？有。好像可以吧。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人的图。我、哦、不晓得其他队友画了没耶？好像都哦有啊，这个画了一个像是这个骷髅头的。哦。我看一下网友他们画的是什么呢？这一位没有画的样子。这一位呢？哦，这一位画的是艾露，艾露猫哦，哎，还不错哦，有点像，有点像。那这一位画了什么呢？那他也没有画。那这一位呢？嗯，这一位还没有画，这是上传的。在。哎，哦，那是他本来的图片。这一位呢？他画了一个骷髅头，这还蛮有趣的。这已经可以碰那个拼出很多痛图案来，对不对？对啊，对啊。哦，今天的试玩就这边。那大家对于这个模式有没有了解啊？好，应该很好玩了。我觉得这样是真的很方便，各功能都结合在一起。然后 Battlefield 世代的游戏方式有很多，真的很不错。对，所以蛮推荐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实况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二就是《绝境时刻》COD 阿奇会来玩，然后在下礼拜天那个《黑暗灵魂二》，这个比较特别啊，大家不要忘记。下礼拜天的下午会实况《黑暗灵魂二》，好不好？大家不要忘记。哦
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晚安。